真妄啊，永远分不开呀、啊。我常常用我们的电视来做比喻，这个大家好懂，因为你天天要看。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心，频道里面的画面比喻作的是妄想，那幻想。那为什么佛家讲真妄？真是永恒不变，就是真的。只要会变化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看，频道里面的画面，它刹那刹那都在动，它不是真的。可是，屏幕永远不动。啊，屏幕是我们的自信。啊，画面是从自信里面现出的幻象。啊，我们的宇宙，佛经上讲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幻象，那是频道性的相。妄在哪里呢？妄没有离开真，真是屏幕，它离开屏幕，它就不能显现。真在哪里？真在妄中，妄在真里。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可是真妄是一体，你没办法把它分开。所以那个会看电视，我常说，你真会看，会开悟啊！啊，真会看的。这个电视屏幕就是大放光华严经啊，就是无量寿经啊，啊，你真会看呢、啊？啊，不会看呢？迷在这个画面上，啊，画面笑你跟着笑，画面哭你跟着哭，你的心啊，完全被境界所转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你要在这个画面上看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，通通看明白之后。我们现前社会跟这个没有两样，你就都明白了，都觉悟了啊，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处理。处理的时候，处理完了之后，要清净心现前，不要在处理当中生烦恼啊，生烦恼就会有误差啊，生智慧那就会处理得非常圆满。真搞清楚了，你就不会怕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。那些幻象呢？这个生刹那生灭了，灵性不灭啊，就是呢，屏幕不灭，屏幕才是真正的自己 啊那个幻象就好像做梦一样啊，那梦幻泡影呢，那不是真的。魔镜呢，是魔狗，魔镜的修行呢啊，魔镜镜还需要磨吗？是镜面上沾的肮脏的东西染污，是把那些东西磨掉啊。所以磨镜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讲修行啊，狗呢要放下啊，放下就是啊，所以要学着放下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做事情认真负责，做完之后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这就是真修行，啊，也不是说你不做事情、不负责任，那是不可以的，那是错误的，啊，那你把这个圣人教诲呀、啊，就曲解了，啊，误解了。净性本明，非从外得了。这是古时用铜镜，啊，这个比喻是。懂得铜镜呢、这个例子就很明显啊。铜镜的性质，它本来是明的啊，本来它有照的这个作用啊，所以它不是从外得的啊。只要把镜面上这个脏东西、啊、磨掉啊，除掉了，它的光明就现前了。这个比喻说力旺即真呐、啊，啊，真旺啊，永远分不开呀、啊！啊，我常常用我们的电视来做比喻，这个大家好懂，因为你天天要看的。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心，频道里面的画面。比如说的是妄想，那幻想
啊，为什么？佛家讲真妄，真是永恒不变，就是真的。只要会变化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看，频道里面的画面，它刹那刹那都在动，它不是真的。可是，屏幕永远不动。啊，屏幕是我们的自信。啊，画面是从自信里面现出的幻象。啊，我们的宇宙，佛经上讲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幻象，那是频道性的相。啊，妄在哪里呢？妄没有离开真。啊，真是屏幕，它离开屏幕，它就不能现象。真在哪里？真在妄中，妄在真里。哎，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。可是真妄是一体，你没办法把它分开。啊，所以那个会看电视，我常说，你真会看，会开悟啊！啊，真会看呢，这个电视屏幕就是大放光华严经啊，就是无量寿经啊！啊，你真会看呢，那不会看呢，迷在这个画面上。啊，画面笑你跟着笑，画面哭你跟着哭，你的心啊，完全被境界所转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你要在这个画面上看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。啊，通通看明白之后，我们现前社会跟这个没有两样。你就都明白了，都觉悟了，啊，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处理，啊，处理的时候，处理完了之后，要清净心现前，不要在处理当中生烦恼，啊，生烦恼就会有误差，啊，生智慧那就会处理得非常圆满，啊，真搞清楚了，你就不会怕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。啊，是幻象呢，这个生刹那生灭了。灵性不灭。啊，就是呢，屏幕不灭，屏幕才是真正的自己啊。啊，那个幻象就好像做梦一样啊。那梦幻泡影呢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自信才是真的。永恒不灭的，啊，再把它搞清楚，所以利妄即真，这个利妄不是真的叫你设计，你明白了，啊，你心里头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就真妄就是真，啊，真妄永远没离开，啊，只要利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在佛法里面。立妄想，这人成佛了。啊，立分别，妄想没立；立分别，菩萨。啊，妄想分别没有立，立执着，立执着是阿罗汉。啊，这叫真修行。下面这一段一个总结，古云：不用求真呢。唯虚希望啊！为什么不用求真呢？真就在面前，真永远不变。你求真错了，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了啊！你分别执着了，那真相你就看不到了啊！所以真不要去求。啊，真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，什么都不缺啊。啊，整个宇宙是你真心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不离自性呐。所以，只要习见，这个见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
他用一个剑字用得好，为什么？从这里开断。啊，剑就是剑惑。啊，我们看错了。啊，头一个看错了，就是把身体当作我。这头一个看错了。啊，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这就是习见。啊，那有没有我人众生寿者？有啊，都在面前呢。哎，怎么个习法呢？不执着就行。啊，不要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真有。啊，知道它是有，它有它是幻有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刹那生灭。他不住啊，他不住就是停了、啊、他没有，他不会停止啊，啊，刹那刹那他不会停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不就不会停呢？你的念头生灭没有停。如果念头生灭一停，那就好了。不但十法界没有了，你十报土也没有了。那一停，什么境界出现了？常寂光出现了，那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那这很不容易做到的啊！所以我们努力啊，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啊，不要执着生生活，你对于生死这一关就看破了啊！你不会贪生，你不会怕死啊，活在这个世间随缘，你看他多自在，没有执着了啊，你明白了啊，明白这个身舍掉之后，你再去得个身，比这个身肯定要好啊。为什么？你不迷惑吗？啊，想穿衣服，我这件衣服穿脏了，脱下来换一件，肯定换一件比这个更干净的、更新的，啊，更喜欢的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啊，没有一丝毫悲伤啊，清清楚楚啊，迷惑颠倒那个就麻烦大了。迷惑颠倒走的时候，它会随着业力变，自己走不了主。啊，业力是。善业你到三善道，恶业你到三恶道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，清楚地说自己做主啊。所以人走可不能迷惑颠倒啊，一定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他绝对不会堕恶道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